好，来看一下这一次的印澳东京，也叫未来东京的第二章剧情。好，来看一下这一次的印澳东京，也叫私はカメラで歴史を補正してアカシアクロニクルの誤差率を積み重ねる一方で、あなたと巡り会える日を待っていました。要是他们要释放了阿舒雷，就是坚持能够找到他的方法，促使他继续考虑，但是他没有放弃，没有放弃。就多纳斯。いつ来るかわからない機会をこのまま待とうって。杜纳斯是男的吗？これまでそうやって可能性を探ろうと時間ばかり費やして、我从来没有結局何も解決できなかったじゃないか。他花了很多时间找寻可能性，但是什么办法也没有找到。アーシア、過去を補正するだけでは何も解決しないんだ。仅仅纠正过去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答案在未来，让我们重复轮回，用我们的力量拯救未来东京。杜纳斯未来不存在的，我们应该。未来不存在，我给你的生命，我们该保护的东西。没有人知道结果会怎样。杜纳斯，アーシア、私たちは世界を救うために、アーシア、我们为了拯救世界创造了无数奇迹。あれだけの奇跡を起こしても、但即便有这么多奇迹，世界也没有丝毫变化。どうせ彼らは自分の国を占める存在でしかないの。在无尽恩怨的链条里，无论怎样都会扼杀自己。何も変わりはしない。无论重复多少奇迹都不会改变。如果钥匙出现了，我肯定会怎样。いつかは再び時間の流れすら止まった、完全なる虚無感だけが残るだろう。总有一天时间会再次停止，剩下完全的空虚，成为一个什么都没有的世界，甚至没有生命。曲は決められた結果に向かって流れるだけなんだ。无论失去多少，都会朝着那个既定的命运流动。世界复活。それに何の意味があると言うんだ。告诉我这是什么意思？一人さえ守れなかった。就像是连阿舒雷都无法保护的世界，一个糟糕的世界。それが私たち。这是我们的使命，守护者。アシュレイは今苦しんでいるはずだ。阿舒雷现在一定很痛苦。想像したことは、有没有想过他受了多少苦？精神だけが取り残され、死ぬ日を待つ。孤独的感觉，等待死亡的那一天。苦しみを。私は。痛苦。アシュレイがエネルギー体を封印できないように妨害するつもりだ。アシュレイ的封印的能量体。数万の命を捧げてでも、哪怕你牺牲了上彼女の足首にしがみつき、成千上万条生命，你也一定会重生。紧紧抓住他的脚踝。私はアシュレイを救う。我救了舒雷。什么？他的意志很坚定，用剑指着我和走同一条路的他是朋友。那是一个分裂的时刻。
在卡姆文纳，我和他是，就他曾经跟他发生了一场战斗，但阿舒雷也预料到了会这样子。仅凭我从什么阿舒雷那边继承的跳跃时空的能力，我可以击败他。以前是可以，我用他所爱的人赋予我的力量打败了他。并且封印他的轮回之力。就是转世时间。他把他将自己转世的灵魂封印了起来，就那场战斗。他就这样被封印在卡姆纳的深处。杜纳斯在这里。是的，他还在这里。但他却出现了在紫盘国，紫盘国就是日本。我甚至让他循环并攻击了什么？迪达是谁？这是一种虚幻的意识，杜纳斯轮回之力是将灵魂转移给他人的力量。他的灵魂被封印，无法再转世，但他的意志很坚强。历史不正。これは歴史補正ではありません。这不ジ是历パン史グの不五正。行が揺れ動いています。五行在摇摆。这阴阳师的剧情提到过五行。正在试图解决，目标是你。结束。デュナス、杜纳あなた斯，の思いは遂げさせない。ジパングのためにも、我不会让你的私た愿ちの望ために成も。真。为了我的缘故，右边。なお誓うよね、チレン、ハク、マイレン、チレン。チレン、チレン、チレン、チレン。ようこ白言開。打败了无名的怪兽，
然后封印了多纳斯灵魂的魔兽，他连思绪都被封印了，请你停下来，是要破解他的封印吗？这只是短暂的，只是暂时削弱了他的力量。他的灵魂还在卡姆纳的恶魔里，但我不再被封印了。如果是现在的他，那简直就是以超凡的意志转移到紫盘谷，紫盘谷就是那个整个日本。他很快就会来干扰着陆操作，争取行动成功。请给我争取行动啊，然后就穿越。2102年，在东京上空。諸君。これより人類の存亡をかけた最後の作戦が始まる。从现在开始，人类生存的战争开始了。人类の再生兵士であり。今天聚集在的你们都是人类的精英，也是人类的希望。失去家园和我们所爱的人，以 BWC 的名义扼杀自己。过去五年，我们一直落后，一直在倒退。但是，各位，我们还没有被打败，我们一刻也没有放弃，从未停止战斗，一直在抗拒。そしてついに今日、我々が心待ちにしていた逆転の時が訪れた。终于在今天。一瞬たりとも抵抗をやめるな。我々と仲間、人類による今日の戦いを。この目に収めるのだ。人類解放の日が目前に迫っている。解放日在即，人类解放的日子即将来临，全员出击。这个支援在右边，航程右8000以外，有一批消灭机械化的部队，拦截他们。机械化部队依然存在，胜率在5倍以下。就消灭他们，然后就报告。啊，又是个打怪环节。确认消灭了机械化部队，战斗力
下降到20%以下。后面还有一场战斗。好，因为那个战舰。去ハクマイレンナオチコーレン。这家伙会痛。家族船，这家族的老狐狸打败，多亏了你的拦截 ，Gravitation Frame 才安全，能够降落在地面，但杜纳斯还是出现了。Gravitation Frame 和谁？多纳斯处在交战当中，不要准备，请做好准备。只要打败他，他只会将自己的精神体转回另一个时间。我们必须阻止他再次飞往2102年的涉谷。我不知道该地区发生了什么，他可能是 Gravitation Frame。你在2095年公园里救下的那个人，他应该在那里，去他那边了解情况。无论如何都要阻止杜纳斯。还有，我无法追踪精神体杜纳斯的下落。一旦你击败了杜纳斯，立即返回卡姆纳，告诉我。无论任何时间，2102年的涉谷。这是一个巨型机器人。君は
涉谷的心衰还在耳朵里，我隐约听到有人的声音。やっぱり、またこんなとこころで会然える在なん这て。样的地方再次相能见到你。这个伤口是怎么？然后把肩膀借给迪达。ありがとう。せっかく再会したのに、こんな姿じゃ、ちょっと様にならないかな。見ての通り、僕たちジパング防衛軍と、正如你所看一到，スメンバー我で構们成された連合軍は、日本防卫军あの男に敗れてしまった和んだ。反抗成君员は、组成的7年前と联军全く変わってないね。你和七年前人一がな模ぜ消え一てしまっ样。たかは分からなかったけど、これまでの我7不知年道你为間、什么消失了，一但瞬たりとも忘在れる过こ去と的はな七かっ年里，我从来没有忘记。我记得很清楚，七年前你在公园里帮助过我，感谢你的时间，多亏了你，我活了下来。这就是紫盘谷，可以为保护而战。有一天，人们正在讨论一位拥有神秘力量的英雄。お台場と秋葉原、その他にも数多くの高台専で场味秋方を叶助けて原くれ以た及と。他在这个地方帮助 过僕はすぐにそれが君のことだと分かったんだ。我马上就知道是你，実实際际にそ上の力量力をを間近で見たことが近距あるか离らね。看过了。她是一个紫头发的女孩，的女人，而且她是长枪使者，这让我很惊讶。因为我没有其他人像你一样。在出击的时候，我希望我们终于可以在这次行动中再次相见面。我甚至什么表现出这样的？I can't behave like this。我们几乎压制了火焰鸡军团的进攻，然后我们更进了一步，但是那个人出现了，战局一下子逆转。虽然你使用了神秘的力量，但你依然可以的。我看，我在那个男人身。保护着他，好像有 gravitation frame 一样。我们太依赖你了，但是。君がジパングにとって最後の希望なんだ。你是紫盘谷最后的希望。力を貸してほしい。请借给我你的力量。放心，我会保护你的。ありがとう。本当に。ありがとう。好，杜纳斯在这里。行こうよ。
方よね。違う。やっぱり予想通りだ。グラビトンフレームに搭載された駆動ユニットと一致している。奪還した駆動ユニットはすぐにグラビトンフレームに装着され、厳重に管理されていたはず。それをコピーするなど不可能だ。一体どうやって駆動单元连接到 Gravation Frame 并严重化。どうやって駆動ユニットを作れたと思う？感情と意志を力に変換する装置が、将远距离通信和意志转换为能量的装置。科学技術で真相信它可以为你为好的脆弱的科学技术来制造。这个贪得无厌的种族，卢纳斯，你就是关键吗？剑。卢纳斯，还有时间请帮帮我，我会拯救紫盘果，然后确保是阿西亚的还是阿舒雷的计划能够成功。私も守護者としてこの世界を守るため、守护这个世界。今この世界に終焉を告げる。现在告诉全世界，啊，宣布这个世界是末日。歯車はもう動き出した。齿轮已经开始转动。コアブレイズが、くしゃー！まだマールを救いていないのに。マールは今昏睡状態なんだ。2097年、君が僕たちを助けてくれた。2097年、マールは感染を拯救しかかり、他之后两年となってしまったんだ。他不知所措，然后他妈妈的。睡到了现在。マールの生命維持装置が、他维持生命的设备。コアブレイズなんだ。コアブレイズ。コアブレイズ。Marble。Marble 在 Core Blaze 里面。2093年怎么？等他来。2093年。
我是开发 Coreplace 啊，作为和平象征的。马尔正在从一个小插片筹，就说他父亲。象征。这为什么花了很多年开发那个 Coreblaze？很高兴，就像他是他自己一样。这就是现在发生的事情，但是 Coreblaze 本来就是紫盘古的。环境破坏和污染造成的一切罪恶开始蔓延到紫盘古。他的目的是什么？消除其影响。Coreblaze 有和平相关的概念和标准，以及紫盘古的问题充满了客观数据。然后从内了解了，就深入了解了情况。他可以访问各种紫盘古的机器并收集信息。这样的 Coreblaze 在 Marble 的眼中一定是很陌生的，但 Marble 得知 Coreblaze 有说话能力，他经常说话。什么鬼？有绘画能力哦，通对话能力，通话能力。Coreblaze 为防止第三方武艺是吧？做出虚假的陈述，只有少数人被赋予了权利。当然，他和他的妈妈没有权限，所以他没有法用那个东西。然后导致安装在 Coreblaze 中的和平概念的东西 ，Coreblaze 觉得自己是与什么？有马鲁斯的谈话中看出来是跟谁在 Coreblaze 唤醒了自我之后，他积极与 Marble 对话，就好像人工智能也有情感一样，喜欢跟自己对话。跟我想的一样。マールの言葉そのものがジパングの心そのものだと思っている。就好像马尔的话就是紫盘古的心。当马尔生病的时候 ，Coreblaze 提出了一个意见。是马尔，你不应该把女儿的命运托付给我。根除环境污染的根源，发现马尔的病因，然后就是尝试修复它。两个月后 Coreblaze 突然开始运行。 Coreblaze 可能已经意识到了环境污染的原因之一是 IT 的快速发展，污染和然后导致了环境污染，是吧？对于可能，对于知道的，但没有反制，就人类没有反制措施。而 Coreblaze 得出了结论。ジパング自体を滅ぼすべきだと。
子盘，这只是我的推测，可能与现实，对事实感兴趣。我敢肯定这与马尔有关。马尔，马尔的 Cobblepot 在マ哪ールり？は敵の本拠地である六本木モールにいる。僕はこれからそこに乗り込むつもりだ。马尔的敌人マールを救い出すために。马尔在敌人的据点。我很快就会回来。然后又穿越。这段对话好长啊，谈了好多的概念。你有没有得到任何新的信息？是这样的吗？那个飞行员的妹妹是。如果杜纳斯成功接管了马尔先生的身体，马尔先生。啊，什么了？他认为通过可以通过 Cobblepot 来操纵是有可能的。这意味着马尔已经不，女孩的生命将是安全的。轮回通常意味着丢弃腐烂的身体，将灵魂转移到另一个身体，同时保留记忆。换句话说，除你不能转世，直到你死去。不过，转世目的地的身体未必是新生的生命。如果他有轮回之力，他应该也有操纵灵魂的力量。然后因为如果身体没有灵魂或有弱化的灵魂，灵魂可以让他驻留在体内，然后与自己的身体相同的方式操纵他。这样就有可能支撑一个人的灵魂所在的身体。如果身体一次受到伤害，就不能够移动。也就是说，杜纳斯接管了处于昏迷状态的马尔的身体。仿佛这是马尔的意愿，他对 Cobblepot 下达了命令。这是否意味着？あたかもジパングの心の声を代弁しているかのように。是的，仿佛代表着紫盘谷的心声。阿夏模糊的仰望天空。就如果你能够操控 Cobblepot， 你就可以操纵一切周围的机器来驱动一个单元，也很容易设置。动作单元是可以实现抑制的机械装置。尚不清楚杜纳斯为何开发驱动单元。你现在需要休息，对吧？我会调查了。
当你的伤口愈合时，我会告诉你更多的消息。那这一段剧情就结束了。这就是做完剧情里面的奖励，就第二章。这个称号，那剧情部分先看到这儿，然后他一定要等到第三章出来之后，他才有那个打 boss 的环节，然后打 boss 会有那个领取金币，就是拿金币的一个任务。只有第三章开放了才有。对，这些都没有变。这个剧情先看到这里。接下来好像不是很长来着。